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马老师，欢迎来到 AMA 葡萄酒媒体。对于三十酿来说呢，2019年份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绝佳年份。啊，温润的口感好像奶油一般在口中缓缓的就融化了，那欢快的酸度呢，在成熟草本植物香气的衬托下更增添了几分清新。啊，最让人难忘的什么呢，是每个顶级酒庄都能够把宏大的酒体和紧致的丹宁用乾坤大挪移一般的方式呢，含情脉脉的彬彬有礼的表现出来。有那么几个时刻呢，你甚至感觉啊，猛兽丹宁就要跑出来了，但总是在最后时候呢，它又给收回去了。可见呢，酿酒师对这个火候的把握是多么的精准。来，让我谈谈几个印象深刻的酒庄吧。利亏波该有保加龙呢，继续延续了力量型葡萄酒的风格。但今年呢，因为活跃的酸度和清晰的线条呢，让整个酒体也变得比较平衡了啊，用迈着天鹅舞步的霸王龙来形容，非常的贴切啊。一向以高比例梅勒见长的这个 Bashwell 啊，龙船酒庄今年的表现呢，更加的温柔，更加的芬芳，像是呢熏香沐浴过后的仙女喵。那三个 Liovel 呢，继续表现出来了超高的水准，尤其是 Liovel Parfait 今年的进步呢，非常的明显，少了一些2018年那种浓密打不开的感觉，更多的什么是精巧和和谐啊，就把这种能量呢，庞大的能量呢，就给融化开了。品尝的时候闭上眼睛，仿佛看见了一只会飞的大象。Liovel巴顿啊，巴顿酒庄的香气表达呢，则更加的清透飘逸，入口的感觉有很多多汁的感觉，而后呢，慢慢的化作丝甜啊，融化在口腔里。啊，最让人振奋人心的呢，是 Liovel Las Casas 雄狮酒庄，自始至终呢，都散发着高贵的皇族气质，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都极致的完美，口中成熟稳重的感觉呢，和五光十色的香气变化，让我感动不已啊，就是你说的那种呢，心动的感觉。我当时品鉴的时候就感觉啊，戴上了一顶镶满了宝石的法兰西桂冠，忍不住喝了好几口，嘛嘛。品完了三十酿呢，让我对神仙大家的波亚格产区呢充满了期待。明天呢，我将去那边走访一些酒庄，到时候呢会把最新鲜的资讯分享给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是加关注哟。